呢个地方有位同修问到，佢话关于犯人，我谂必定系判咗死刑嘅犯人，喺临终之前将佢有价值嘅器官出卖，得到一笔钱留俾屋企人，而嗰啲器官可以用喺有需要嘅活人身上。有居士想做咁嘅事情，而咁样做嘅行为应唔应该？因果关系会点？呢位居士请问老法师之后，先知道应唔应该做。呢种事情好难讲啦。如果犯人是因自己的爱心想出卖器官帮助屋企人，这个心是善心，是值得赞叹的。但是佛在经道告诉我们听，人在命中之后，通常讲神识大概会在八个钟头之后先会离开身体。神识离开身体之后，这个身体是纯粹属于物质，他不知道痛痒。如果神识未离开，虽然断了气了，甚至现在的医疗设备诊断他的脑波已经没了了，宣布脑死，脑波停止了，脉搏亦停止埋，呼吸亦停止了，神识仲未离开。神识未离开，他知道痛苦，你在这个时候切割器官，他会不会有后悔的心？会不会生嗔恚心？关键就在这里。如果在这个时候生嗔恚心，这个人一定堕恶道了。六道里头去哪一道？关键在最后一个念头道。所以佛法里面对于诵钟，我哋净土法门里面讲嘅助念，佢关系好大。喺助念，古大德教我哋往生嘅人嗰张床，八个钟头都唔可以碰佢，连佢瞓嘅嗰张床都唔碰得，怕佢点呢？会感觉到唔舒服。何况是身体呢？最安全的是十二个钟头。他已经走了之后，断气之后十二个钟头，那是最安全的。通常神识离开了身体，这个时候才最安全。我要懂得这些道理，因此临终发这种心是一个好心，要想下切割的痛苦能不能够忍受，
能唔能够唔生嗔恚心，关键喺呢度。咁老实嚟讲啊，咁系会影响佢下一生投生嘅，下一世去边一度系好重要嘅。世间人讲开玩笑，呢种玩笑唔开得嘅，一定要慎重。呢、这个问题问有一位女居士，佢系一间私营企业嘅老板，佢而家想放下，但现实有400多个职员，一时仲未找到适合的人选，一旦放弃将会令那些员工丧失就业的机会，问应该怎样来处理。佛法里面讲放下，各位必须要记住，不是放下你的事业，是放下你的得失念头。你看看，你做生意赚钱就高兴，蚀本就懊恼，要将这种心态放下。赚钱不会生欢喜心，蚀本亦无烦恼，将这个得失的心放下，将贪嗔痴慢放下，将所有一切恶的念头放下，恶的言语放下，恶的行为放下，没有叫你将工作放下了。你经营一间企业，有400多个职员，你点解唔去度呢400多个职员呢？点个度法呢？每日朝早员工嚟返工嘅时候，你为佢讲半个钟头，自己唔识讲，请人哋嚟讲，咁先系你真正爱护员工啊！你真有道佢，你将你公司嘅事业就系一个大嘅道场。最方便嘅方法，而家你睇下，我哋呢度流通嘅了凡四训、电视剧，分量唔多，只有两只碟。佢分四个段落，一共只有两只碟。我谂一个段落大概只有半个钟头咁上下，每日放俾员工睇，一日睇。睇上几百次，佢哋嘅心就变啦。佢知道乜嘢叫善，乜嘢叫恶。呢种方法好啊！老板带住员工一齐睇，专睇呢一套光盘，呢一部了凡四训。每日放一段，四日圆满。圆满之后从头再睇，你能够连续睇上100次，睇上200次，呢种功德无量无边。另外再搵时间同大家一起研究讨论，
研究讨论了凡先生的諗法啱唔啱？在现前这个社会度，他的做法啱唔啱？我哋应该点嚟学习？点去落实？咁样好啊！首先要令社会大众真正相信、肯定因果报应的道理和事实真相。我们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然就有了分寸。所以你有这么大的道场，有咁多有缘嘅人可以去度，你应该好好咁度众生啦。帮助人哋就系帮助自己。呢位系我哋培训班嘅同学。他有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关于衣着方面。居士平时可不可以着短褂？上小座和大座时，可不可以以咖啡色的海青取代而家所着嘅黑色海青？居士喺我哋道场，而家台湾有设计出居士服，我睇唔少同修都着，咁样好啊。老实讲呢，居士可以同出家人着同样的衣服。要知道我们中国出家人着的衣服是平民服装。我们着的长褂，它是明朝时代普通老百姓着的。我们着的中褂，我现在设计长的背心、小褂裤，在家居士都可以着。在佛门，聚会典礼之中，只有袈裟，出家人可以搭，在家人不可以，只有这件衣服。海青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中国民间的衣服，不是说在家居士就不着得，没有这样的道理。这种是普通的常识，我们应该要懂。黑色的海青换咖啡色的海青可以。老实来讲，无论在家出家，学佛的同修着咖啡色是绝对有道理的。它是表法，佛法教学对于表法非常重视。这种颜色在经典里头叫袈裟色，袈裟是梵语，它的意思就是很多种
类混合埋一齐，称之为袈裟，亦即系话杂色嘅。佢系由好多颜色染埋一齐，混合埋一齐。佢代表咩呢？代表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系一，唔系二。颜色里头正色，红黄蓝白黑，呢啲系正色。喺表法呢，佢就好似代表一个国家、一个国土、一个种族、一个宗教，佢代表单一。染色呢，系代表和合，唔分国土，唔分族类，唔分宗教，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系一家，系一体，取咁嘅意思。我哋着呢种颜色系表呢种意思。呢、这个意思好啊。所以一定要懂得佛法嘅表法。佛点解会教我哋咁样做？譬如食饭，佛陀在世都系一个钵，一个钵绝对唔系托一家，托七家。每家俾一啲嚟，七家供养，每一家食嘅饭菜唔一样，通通混合埋一齐。呢种饭叫袈裟饭，着嘅衫叫袈裟衣。一定要明白呢啲道理。因此，佛用呢种方法，时时刻刻提醒我哋，着衫食饭提醒我哋，我哋要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，就系咁嘅意思啦。所以袈裟绝对系染色嘅。如果系红色嘅、黄色嘅、蓝色嘅，唔可以称为袈裟，因为佢系单一色。所以佛教我哋嘅系乜嘢？佢嘅用意喺边度？我哋一定要清楚。出家人搭嘅衣，呢件衣里头有一格一格嘅，叫福田衣。格仔代表咩呢？青州出土嘅一批佛像，嗰啲佛像系北魏时代做嘅，距离而家1700多年，我当时见到毗卢遮那如来披嘅嗰件袈裟。格仔里头有绘画，画嘅系咩呢？画嘅系十法界，最上面嘅嗰一格系佛、菩萨、圆觉声闻，到最下面系地狱。我睇到之后，恍然大悟。格仔嘅像一格一格，就是代表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。我哋佛经度讲嘅十法界依正庄严，每一格里头是代表咁嘅意思。格仔一样大，佢嘅意思是平等。
佛同菩萨平等，佛同人平等，佛同饿鬼地狱亦平等，平等真法界，格仔一样大。咁我哋逢祭嘅时候，有长有短，错开嚟逢祭嘅，唔系整齐嘅，代表咩？代表无有穷尽。佛家常讲嘅，横遍十方，竖穷三祭，代表呢种意思。咁呢件衣搭喺身度代表乜嘢？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系一体。取呢个意思，呢、这个意思几好啊。呢件衣搭上仲同人哋有分别有执着，咁就大错啦，同你嘅教学完全相违背啦。由此可知，佛家衣食住行种种设施全系教育。我哋从呢个地方睇到佛菩萨嘅真实智慧，教导众生嘅善巧方便，无微不至。所以我哋一定要学习，要如法。时时刻刻用呢啲表法提醒自己，第二个问题，佢问星座嘅仪规同称呼，居士讲经，星座后，维罗师傅，顶礼法师，咁样如唔如法？为咗重法，故喺台上方便呼顶礼法师，但系台下仲系称某某居士，系啱噶，一啲都冇错。居士星座讲经，星座嘅时候就系法师。而老实嚟讲咧，呢种系因为而家大家习惯啦，搞成习惯啦，习惯错啦。唔单止在家居士可以称法师，佢系修学佛法，又以佛法教化众生，佢系法师啦。星座佢系法师，唔星座佢亦系法师。但系我哋而家习惯唔称佢做法师，称佢某某居士。呢种系习俗，并唔如法。唔单止在家人可以称法师，在家人一样称和尚。佛教里面，和尚、法师、阿悉尼，唔分在家出家，唔分男女老少。和尚是印度话梵语，意思是亲教师，直接教导我，我跟他学，他就是我的和尚。咁用意思来讲，他是我的亲教师，我的佛法跟他学的，这个人就是我的和尚。无论他是在家出家，他是男的女的，只要我跟他学，他是我的老师，用印度话来讲就是和尚。所以和尚、法师、阿悉尼，阿悉尼亦是老师，他的言行可以做我的榜样，可以做我的模范。那是没有在家出家之分的，
都可以咁样称呼，只有比丘、比丘尼、沙弥、沙弥尼绝对系出家嘅，在家人唔可以称。呢啲常识要懂啊！呢种系从称呼上嚟讲噶，礼节平等咁恭敬。我哋而家喺学习讲经、上台嘅时候，都系法师。我哋系喺度学习，升大座，大座有啲仪规，从右边上。从左边落，有一定嘅规矩。我哋喺呢度学习，虽然喺呢度学习，将来出去用唔得上呢，就唔一定啦。要见机行事。中国嘅道场有呢种设施，我哋一定要照规矩做。如果到外国，人哋请你去讲经，连个讲台座位都冇。外国请你讲经，嗰、那个讲台好似我哋旁边嗰个企嘅讲台。外国嘅讲台多数都系一张台仔喺嗰度，讲嘅人喺企喺度讲噶，佢冇座位俾你。所以到任何地方，我哋行信众生。随喜功德，用当地嘅礼节，当地人就非常欢喜。如果用我哋佛教传统嘅礼节，外面人嚟嘅时候，佢系嚟睇戏、嚟睇表演嘅。点解呢？同佢嘅文化习俗唔同，佢唔容易接受，所以一定要知道。发菩萨宏法利生，行信众生，随喜功德。我哋要懂得行信众生，要懂得随喜功德，绝对冇执着，冇分别。当地人觉得点先好就点好，一切随顺佢哋，咁先比较容易接受噶。呢封系电子邮件，用电脑传嚟嘅，台湾嘅李同学，佢有四个问题。第一个，弟子听师父讲经多年，从了凡四训、地藏经、无量寿经到华严经，而家呢又结合九大宗教共同挽救世界危机，并且喺早餐开始时宣讲《太上感应篇》《十善业道经》，呢一系列嘅经教步步都好，请教师父正宗学会应该点嚟倡导，而初学佛嘅正宗学人应从边一部经入门，应安住喺边一部经教，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正宗法门，古大德时时教我哋正坐双修，咁就好似我哋喺学校读书，我哋有主要嘅课程，主课有副课，次要嘅课程喺大学里面，主课系必修课，你一定要修学，副课叫选修课。你可以选择修学，正宗主修嘅、必修嘅，
净土五经一论，它是我们主修的课程。主修的课程这六种亦不用完全修，选一两种就得了。以前好多祖师大德为我们选了两种，就是《阿弥陀经》和《普贤行愿品》，这两种是古来大德选得最多的。那近代尤其是知识分子近代的那些大德为知识分子加了一部经，加一部无量寿经，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普贤行愿品，都是我们在自己本宗经教里面选择的三种做主修。如果你觉得三样太多了，这三部经选择一种也得。我们知道以前弘一大师他专门选择普贤菩萨行愿品，他念佛求生净土。咁喺而家嘅社会，我哋一定要细心去观察啦。现代人嘅习性，我哋从小就少接受圣言教诲，甚至根本就未接触过。因此对世间的善恶邪正是非几乎无能力去辨别，那对我们修学产生严重的障碍。因此我们自己一定要觉悟，要补习。印光大师在民国初年，相信各位都知道，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应化来的，他观察我们世间，知道现在社会的状况，所以他老人家特别提倡了凡四训、感应篇、安世全书。我在这几十年之中，对老法师这种做法越想越有道理，越想越佩服。而我自己学佛入门呢，同各位讲，是从了凡四训入门的。那个时候刚刚接触佛法，我认识朱镜就老居士，老居士送了本了凡四训给我。我回去读，越读越欢喜，越读越知道自己后生的时候犯的那些过失。渐渐先体会到乜嘢叫善恶，乜嘢叫是非，乜嘢叫邪正。作为自己往后修行嘅基础，断恶修善，再进一步改邪归正。
以呢个基础入佛门，无论修学乜嘢宗派、乜嘢法门，你都会有成就。如果而家连是非善恶都冇办法辨别，修行功夫点可能得力呢？冇可能噶。世间人记啲乜嘢建树，乜嘢嘅建立，我哋一睇一听就知道呢种事情系善定系唔善。我时时讲，我哋佛门而家讲起道场，起道场呢件事系善定系恶？以前是善，而家是不善。我记得好像在90年初的时候，90年我第一次去北京访问赵博初老居士，我就跟他谈到这个问题。为什么呢？而家嘅时代同以前唔同，你要认识时代啦。从前交通闭塞，资讯唔发达，所以道场越多越好。点解呢？教化呢个地方。道场同学校一样，教化呢个地方。喺嗰种情况之下，呢种做法就系正确嘅。而家唔同啦，交通方便，资讯发达，将来我睇再过几年之后，一定有空中大学出现。翻学唔使去学校，喺屋企度就得啦。屋企度打开电视，日日上堂，参加考试一样可以取得学位，唔使去学校啦。高科技嘅发展改变我哋嘅生活方式，所以一定要懂呢个道理。咁道场使唔使起呢？要起。我曾经同朴老建议，中国佛教只要10个道场。点解10个呢？10个宗派，每一个宗派起一个道场。建筑嘅方式呢，可以模仿外国嘅大学城。我哋喺美国见过好多城市，一个城市就系一间学校。所以喺中国应该系每一个钟喺一个大道场。其余通通都唔使啦。呢个道场里头分成两个部门，一个系解门，一个系行门。解门是研究教理教义，而家讲的佛学院。另一个是行门，行门是大家在一起共同修行的场所，分成这两个部门。下莲居老居士提出的那个名称现代化，正宗，正宗学会是修行的道场。正宗学院是研究教义的场所。所以一个学院，一个学会。天台宗的天台学会，天台学院。华严学会，华严学院。
一定要懂得现代化。而家交通便捷太方便啦。我哋咁做法，人力、财力、物力通通集中，先能发挥到最大嘅效果。唔好一个人一个人咁去搞间庙仔，一个人一个人去比赛，我间庙比你大，我间庙比你庄严，比到最后全都喺阿鼻地狱。点解呢？平等心系佛心，比赛系高下心，高下系唔平等。佢系轮回心，轮回心做嘅系轮回业，恶法亦系做轮回业，绝对出唔到六道轮回。所以我哋正宗学人要将心安喺你自己选择嘅嗰一部经，我哋选择无量寿经，安住喺无量寿经，用了凡四分，或者用感应篇，或者用十善业道经都一样，用佢哋嚟帮助我哋辨别邪正善恶。在日常生活之中，除念佛之外，要断恶修善才能往生。你恶不断，善不修，佛念得再好亦不会往生。为什么呢？西方世界都是诸上善人俱回一处，你看人家都是善人，我们不善去到那个地方跟人家怎么相处啊？冇可能相处嘅，所以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，求生净土，咁就啱啦，咁先能往生。第二个问题，师父目前喺宣讲无量寿经时，时时会讲呢一段，喺呢度暂时唔讲，留返讲华严经时再讲，系咪要正宗学人再深入华严经？如果系咁，同一门深入有冇抵触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你讲嘅呢啲话，可能讲过一两次，我冇时时讲，冇时时讲啊。古人讲过无量寿经即是中本华严，这句话讲得好啊！讲这句话我同意， 我承认正因为这样，我以前在台湾讲过十几年华严经，我不讲了，专讲无量寿经。点解呢？无量寿经就系中本华严，何必再麻烦呢？而家喺呢度同各位讲华严经，系出家在家嘅同修大德揾我，揾嘅次数太多啦，我冇办法推迟，先答应。佢哋嘅意思亦好好，都话俾我听，呢部大经，法师啊，你如果唔肯讲，恐怕以后冇人能讲啦。呢啲话我唔敢当啦。但係启请嘅人咁多，我话好，我讲一次，主要係将录影带留低，提供后学作为参考。
各位大概亦听过唔少。实际上，我哋用嘅时间唔少，讲嘅经文并唔多，但系我讲嘅方法完全落实喺日常生活、工作同处事待人接物。世尊喺《华严经》系咪亦系咁样教我哋呢？同各位讲系噶，一啲都冇错。华严境界就系现代人所讲嘅多元文化。你哋摊开《华严经》睇下，多元文化唔分国土，唔分宗教，唔分族类，唔分医政，完全平等，平等真法界。怎样入华严境界呢？其实华严境界就是一真法界，华严境界就是清净法身。我讲过，我哋嘅心同虚空法界合而为一。虚空法界系我心，我哋嘅身同法界一切众生国土融合为一体。咁就叫法身，身系法界相，法相中里面讲嘅法相，法相系我嘅身，法性系我嘅心。你如果能常作如是观，你就入法界性。佛家的修行般想列在第一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时时想虚空法界是我的心，一切众生国土是我的身，绝对不认为这个身是自己身，众生国土是我的身。这个事实真相就是法身菩萨所证得的。我们先开始修，修是观想，哪一日观想成功，成呢就是你完全融入，完全契入，那就恭喜你，你证得清净法身，你的地位超越了。最低限度你是原教初住菩萨了，你不单止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，希望大家常作如是观。你睇世间人唔系常讲心想事成咩？你唔想你就唔会成就，你想就成就啦。想法就成法，想菩萨就成菩萨，想法界性，想法界身，你就证得清净法身。观想在我们佛门是最重要的修学手段。第三个问题，师父时时讲老实
是宝，老实可贵，老实好。请问师傅，老实要怎样学？你问得好好，问得太好了。老实要怎样学法？我来问你这件事情，你不要问我，我问你怎样去学老实。这件事情不容易啊。从前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十年，他时时跟我讲，他想学，学了几十年都还未学会。可见得老实真不容易。我们要透过消息给你，否则的话就辜负你了。首先我们知道老实是怎样的。你先知道老实的样子，然后你自然体会到怎去学老实了。真正老实人的样子呢，他没有分别，他亦没有执着，他没有妄想，他什么都好。在近代能够为我们做榜样的谭虚老法师《影尘回忆录》里面跟我们讲的晒蜡烛的法师慈律法师，那就是老实。你好好地去看下那一段故事，还有谭虚老法师在佛七里面跟我们提到的低闲法师有个念佛的徒弟，早年的了，念佛往生的，他在未学佛之前过着非常辛苦的生活。蜗牛像，蜗牛像这个名称，我不知道中国的同修知不知道，外国的同修不知道，是担着一个担仔，保蜗保碗的，做这种生意，譬如瓷的碗打烂了，他还可以将它补回，补返再用，而家冇可能嘅，而家鼓励消费，烂咗就快啲抌咗佢，唔好话烂嘅，旧嘅就抌啦，或者个样唔适合过时亦会抌啦。从前人非常节省，锅碗烂咗啦，补返佢仲会攞嚟用，係做蜗牛酱嘅，好苦好苦啦，佢乜嘢都唔识，未读过书，他不识字，对师父相信，听话，师父教他念一句阿弥陀佛，他说你什么都不识，你就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念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就再念，他真听话，这样念了三年几，不到四年，他念成功了。你看他往生，站在这里往生，往生后还站了三日，等帝闲老法师跟他办后事，站了三日，这种是老实人啊。我再简单地跟各位讲，老实人没有意见，凡是有意见的都不老实，老实人没有问题，你们提问题来问都不老实。
老实人边会有问题噶？一句咁样话念到底，仲有咩问题啊？好，呢题就答到呢度。下面第四题，请问师傅，正宗学会供奉嘅阿弥陀佛，白玉嘅弥陀，佛脚下嘅莲花点解会向下嘅？嘿，有咩意思？咁系咩意思？你自己去谂。只要你讲得出道理就得啦。呢度冇一定嘅讲法。表法莲花系代表清净不染，系表呢个意思，代表清净不染。只要清净不染，都叫做莲花。咁呢个莲花向上系衬托自己自受用，向下应该系他受用。阿弥陀佛接引一切众生，应该系咁嘅意思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佢话佛门讲功过唔可以抵消，要点说明先圆满？对修行人有乜嘢启示？恳请师父慈悲开示。功过确实唔可以抵消，呢啲话佛喺经度讲过好多，而且讲得并唔难懂。譬如话，我哋用植物嚟做比喻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嗰个瓜种落去啦，譬如话瓜佢嘅因唔好，佢代表恶，豆代表善，我将佢种落去啦。我而家知道错啦，我而家嚟种豆，豆种得好多。试问瓜会唔会变成豆？唔会，瓜仲系生瓜，豆仲系生豆。咁就说明冇可能抵消。绝对唔系话我豆种多啲，瓜就唔生瓜啦。咁冇可能嘅，佢仲会照样生嘅，冇可能抵消。无始劫以嚟，我哋嘅善恶业因绝对唔会抵消嘅。但系你要知道，因要变成果，之中要有缘。所以佛唔讲因生，佢话缘生，咁系有道理嘅。咁我有恶因，恶因好多，我唔想见恶嘅果报，我将恶嘅缘断咗。譬如话呢个瓜，我唔想佢生瓜，我将瓜嘅种子放喺茶杯度冚住佢，佢冇泥土，冇空气，冇水分，一百年佢都唔会生瓜，咁系缘冇咗。所以佛讲缘生啊，如果你将佢种喺肥沃嘅土地上，佢有土，有水分，有肥料，有日光，佢一定会生得好好。所以佛同我哋讲呢啲道理，呢啲道理系真嘅。我哋如果想善成就，一定要修善缘。我哋要断恶缘，断咗恶嘅种子唔会结果，善嘅种子得到善缘，善会结善果，道理就喺呢度。